阳光玫瑰葡萄啊，看看这葡萄好不好。嗯，这是哈特别品，如果你喜欢吃生活小爱心就挂在下方小黄车里啊。嗯，哎，真甜的啊。可以现摘现吃的枣子，特别的脆。你看，这是已经在树上自然熟透了。就中间的这盆，这盆还够吃啥？你看，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嗯，特别入口。应该是这个中间这不够吃。嗯，是个山河里啊。嗯，好脆。嗯，好甜的。嗯，特别的酸爽。嗯，几个汁儿，酸酸甜甜，太好吃了。朋友们，看看杨桃呀，我估计你们都吃过，但是像咱们家这样的杨桃呀，树上自然成熟杨桃，我估计你啊，你们城里面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杨桃呀，清甜多汁，非常的好吃。来吃一口，胖子胖子，喜欢吃的话你送我个小爱心，你来我直播间。
you.